昨天的烦恼今天想开了吗？喜欢的人他们留在心底还是依在我身旁？每天离开了家再回去时有没有新的挣扎？一万个问题里什么是最简单的回答？有过的心愿如今是现实还是幻想？成长后来是礼物或者是美丽的包装？记忆中的青春梦里仍像剩下的浮沙。亲爱的，你想念我吗？亲爱的，你想念自己吗？最好的时光重现了吗？有人曾爱过你，你有过怀疑否认和伪装的伤，而你爱过了啊，所有梦寐以求的代价，绝无留恋和坚强。时光重现了吗？有人曾爱过你，你有过怀疑否认和伪装的伤，而你爱过了啊，所有梦寐以求的代价，绝无留恋和坚强。最好的时光哪还有啊？在天涯我正曾起我曾描绘过的远方，好的还会有吗？我能再见你吗？说出后来才懂要说的话。聊起后来才知道想